我没有点那个冷却缩减，对吧？勾，好的。哎，嘿嘿嘿，两个人挺调皮啊，调皮的小伙子。先点一下，直接 E。哎，我操，这亚索一级学个 E， 我没想到啊，还有一级学 E 的亚索呢，这。啊，这，嗯、啊，这不直接穿我脸上来了吗？点，一点，别打，还砸一下子，点。我们去找点真正的点，点。他要再敢上来，我们直接就E他。所以他现在就没法补刀，他上来我们点他，他不上来他就补不了刀。他如果想E我，那我就亲他，我就给他一个波波。车他也没了，他要是回家他可老亏了，他应该是回家了，我估计。点，他不回家他也没法玩了，再点 Q 一下，二段 Q，W 给上，狗熊来了，闪现可以 ，E 一下 ，A 一下 ，Q 一下，哎呀，让狗熊掏死了，人头没拿到。大发慈悲，太迟了，补会儿兵吧。先升个四级啊 ！OK， 我们过来。哇哦！我的老哥，好猛，好猛的狗熊！走了，回家了。这么快乐吗？上线就半血啊，兄弟，嗯，宠爱我吧，出门吧，这是没学抠啊，这是我发现这亚索就一顿 E 呀，你看着吗，抠都不抠，就一顿 E， 这确实太快乐了，这快乐的没边了，一望无际的快乐。点。Q 人加 Q 兵点。他封墙15秒没关系，20多秒吧，好像是20多秒。封墙吸地很长的，我们就点他，我们也不放 E。哎，我们也不放 E， 我们就点他放 Q， 放 Q 划了他，他敢上来，我们就 E 他，再 Q， 他们现在是我的了，放封墙，点，封墙刚好消失 ，Q 一下。划拉到我了，没关系，注意一下。哎，一
W 接 Q 点延时，梦影来了，走位躲个 Q 一段 R 两段 R 来把他打下来，来，哎，当这小子上当了，我没把他打下来他还自己跟我飞，行兄弟，飞尸了吧，我先把他跳弹给他打了，让他跟我一块下来，你知道吧，然后他自己闪下来了，还骗了个闪现，哎，拆我的塔皮兄弟，那可不行哦，这个车千万不能丢啊！哎，好的，哎哎，给个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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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兄弟兄弟，人头没有，蓝总能有吧？哎你，真要人，真诱人呐、啊！点一下 ，Q 一下，二段刮。再抠，你不相信我吗？先点 W 接抠，平 A， 再 A 逼过来，抠一下。我们的 E 吸地是很短的呀，但是它的风墙吸地是很长的。E 一段 R。两段 R 扣一下回来，三段 R 大招换大招，这波不亏。这梦影刚才气完了，扣一下 W 的一手，别急啊，他打不一定能打得过我们，都看准他的风墙什么时候放，先把兵清了。W 闪，平 A， 这人不一 Q 连，我没想到啊！你到底放不放风墙？你风墙呢？让他吹，没关系，他不敢打我。点燃我，小伙子，没风墙你就得走位好一点，你走位不好我可以就要依你了。梦眼来了咱也不怕，我有大，抽一下，这亚索还出羊刀，这个版本可不能出羊刀了啊，兄弟们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嗯，不行啊，这回不了家呀，差200块钱，把针眼插这，看看这亚索过不过来排眼啊，很有可能会过来排眼，记一下，一打不了接收平 A 回来，来大过来 ，R 一段打不了 ，R 两段，我操，快跑！
这梦魇太吓人了啊，梦魇在下路呢，那不早说呀，这梦魇也不说一声，谁知道上哪去了。哎呀，吃波塔皮，亚索死了，我们吃波塔皮。你有峡谷吗？行，那你直接给我打了吧。有减速吗？可以，减速到了是吧？这梦魇不行啊，点一下。走位，走位，给我挡一下！走位，哎呦，兄弟！锤石，舍己为人，锤石，老锤石可以，老锤石。开个 W 走位好了，应该开 W 走位的能好走位一点，你知道吧，移动速度能快。刚才忘了这 W 能加速这事儿了。EZ511 女警620谁死的呢？直接扫一下，点一下，再点，一呀！我就这样憋着，他居然还是能被我一给我一走了！我天哪，我应该再憋一手好了，我就应该一直憋着，憋死他，你知道吧？鳄鱼死了，我估计这武器不能拆了，回去打个蓝吧。嗯，我操，你怎么会走位的呀？自己打个蓝可挺费劲的，兄弟，可挺费劲呐。EWQ 点炎 ，R 一段救狗熊 ，R 二段950可以。这小黄猫多少血？EWJQ 闪现。走位 ，Q 一下，一 W 接 Q， 别走位，走位，哎呀，这没办法，他就平 A， 给我减速喽。下件装备来个什么呢？鬼叔吧，来个鬼叔。做一件鬼叔。烫死了，可以。哇，这日炎现在伤害是真高。
我的炮车，哎，狐狸加强啊，其实还好吧。你看那武器大师这种装备，我们配合狗熊都能把他秒了，其实伤害还可以啊。这个小黄毛，如果我一套技能甩到他脸上，他也吃不消。就是技能命中率得高一点。你不相信我？尤其是这个 E， 关键这个 E 太细了，太细了。九头蛇，先看一下这小黄毛怎么走啊。我的问题，我再贴身再贴近一点好了，我应该再贴近一点。哎，不过我有助攻可以啊，要不然这个翼太细容易扭掉。你走你个蛇皮，你还他妈走呗。我有加速，问题不大。溜了。一扣。爬吧溜。把这红打了。回家了，过狼了。1700块钱把多兰剑卖了。这武器大师韧性有点高的，我们一技能持续3秒，你们自己想啊。武器大师刚才0.几秒就解开了，他水银鞋是第一位，第二他点了韧性，应该真要人。这武器大师攻速不快，等一下女警啊，这波虽然她死了但没关系。啊，1.85秒看错了，我以为是3秒。哎呦我操，才1.85秒吗？来两段直接 QRE 点燃平 A 再 A 一下，这波没办法，那梦魇杀我就杀吧，加油兄弟们，他们家 ADC 被我切死了，剩下俺们家 ADC 只要不死，这波还是很好赢的啊。哇，狗熊先把武器杀了，哎，这武器大师有点猛。哇哦他们这波应该要打我们家红，我估计这梦魇应该要打。等一下啊，找他去。80%要打我们家红。打石头人呢？拜拜。大龙可以要啊，来大龙。
不知道对面会不会来啊、哦？来的话，狗熊跟我们蹲一手。好，大龙拿下，拿下以后，这个蓝我们也得要一个。亚索好像要来拆眼儿，算了，亚索不杀了，赶紧回去守塔。这么老些兵呢，还有上路的兵，先把这些兵守一守。你不相信我吗？现在他们家这些泽拉斯啦、小黄毛啦，这种就只能我们杀。武器大师这个人由他们来杀。给个蓝可以，先 R 上去打伤害，再 R 回来把武器先秒了。别人可以不死，武器必须得先死。他们家脱节了，那梦魇儿没过来，跑过来开个大，不知道开什么门了。中路没线儿，带波线儿，不用带了，小龙吧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我扫一下来，泽拉斯等他一会儿。真敢来呀！哎，别给我抠死了！先打龙，先打龙，先打龙，武器活了！打完龙快跑啊！打完龙快跑！好，走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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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武器传送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兄弟们，跳弹！谁不跑谁死啊！谁不跑谁死，谁不跑谁就死！我跟你说，现在谁不跑谁就死。我看谁不跑，咱先来个沙漏啊，再来个法穿帽配个大帽就可以了。真要人，刚才这种情况谁不跑死了，我们家就被反推一路，千万不能死。哎，这可跑不了哦！一小黄毛中了，点 Q 跑钩。来这边梦魇，我把梦魇杀了。中推，他们家剩个亚索，还剩个武器。那武器上来我们就直接 E 他，直接给他一个波波。这鳄鱼两厘米，给我在这玩传送是不是，兄弟？对呀，他不敢上来，没事。哎，这不解大亚索，一下扣一下 ，W 一手死了，跑钩，点塔来，一扣 ，W，nice， 先拆塔 ，W R 过来扣一下 ，R 过来一下，好了，让他跑，阿丁。拜拜！拆基地。哎，他被我亲了，快！打爆柳接个扣，拿下。结账，明天。